积雪都在融化啦，哇，鞋子怕会湿掉。手机，手机你在教我们下楼梯吗？身份证。我走的比较快，因为跟玩电动一样，就是直下，但是像武术一样的步伐，这样子膝盖是比较伤一点。这边是斜坡，非常可怕，要蹲低蹲姿，然后先踩稳再踩下一步。其实那个雪还没融，然后又快融的那个状态是最可怕的。这种完全还没溶解的雪，踩起来还比较坚固一点。你看他们举步维艰，我随便就下来了。那个栏杆是不是会怕有一点问题啊？哎，好，到这里来了。哇，这天气超好的，各位你们看到？对，今天因为真的今天我来这边几次看哦，天气都不见得有这么好，因为冬天的时候高气压，天气都非常好哈。好多只狗。他会不会生气？这边不给拍。不过很多猫和狗，所以你们要很喜欢拍小动物啊，要去猫和狗吧。好，各位，等一下我们在这里集合。这边旁边哦，这个是第一个清真寺，啊，刚刚第二个清真寺，第三个清真寺，在第二个清真寺旁边有一个刚刚一个拱门进去就是厕所，能采光灯罩就变成自然那种电灯，所以这地方记得清真寺浴场，那两个下面就是说男生女生的浴场，男生女生，那这之前我们会推荐客人来这地方。这茶叶也是类似粉状的，然后这是虾咖啡的麦芽糖，快干净的，快干净一点。这就是咖啡渣。这杯都是哇，好浓，好浓，农村香有。那我们那时候就直接拿它当饮料。有农村香吗？听说可以吃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可以吃吗？不建议啊，刚不是说不建议吗？你把它当成巧克力吃吃看。看起来有点像，你要拍特别的吗？不介意你吃。哦，吃了不？吃了，你吃了不？
自己的老外都会先问你是不是台湾，因为现在陆客不能来，然后他确定你是台湾的时候，他就跟你直接讲台湾 number one， 然后就开始推销，很有趣。刚好这边有积雪 ，view 真的很漂亮。现在积雪在融化，路上就会变成一条小河流。来的刚刚好。每次我出门都会遇到这种非常美的景色，我拍得到，太幸运了。而且最近魔兽坐骑都抽到两只，真的很棒。忘记买乐透，应该会中奖吧。这只狗自己过来讨摸，很懂嘛。哦，还帮让我按你的头，舒服哈。怎么没有摇尾巴？嘿嘿，跟紧我不放呢哦，太爽是不是？
那、啊、我要照相了啦。在这边的旅馆啊，车开不上来，搬行李非常的不容易，所以很不建议住在城内，而且也没有电梯，这里不能改造，只能保留原始的风味。狗狗应该很无聊啊。漫步在这种旧城区当中，然后又现在没什么观光客，景又是最好的时候，哦，很爽，很惬意。这里的人也很热情啊，刚才也跟我打招呼。不过开在这种古城区的这种有点大的厢型车，停不停。嘿，这只狗就一路跟着我走，哎，真的是很无聊。嘿嘿，看样子他是想要保护我，是不是？无意间发现这个秘境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我来。哦，还有他。啊，你看看这个 view。来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要听得懂人中文了，是不是？太猛了你！天色开始暗下来了。我来的刚刚好。这个季节刚好可以看到雪，但是。也不会黑夜太久，有足够的时间拍照。刚才我走原路，他就没有跟过来，然后我发现，哎，路是刚才的那一条，然后我回头一看。他就在原点等我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不要这样破坏形象啊！哎，背后衬着山景，还蛮正的、啊。
昨天那一种。